的时间也请三位跟我们歌迷朋友们说些话。真的要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，因为听说昨天晚上夜排的人很多，可是呢排队的你们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垃圾。对，这个有被田妈表扬，好棒棒、这真的了不起，这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很优。对，我觉得其实能够让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成长，一起前进，一起成为更好的人，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能够都记得我们对你们说的话，然后对你们想表达的感谢，然后我们努力的成为更好的人。谢谢你们，丰富了 SHE 的这十五年，让我们这十五年觉得好精彩哦，好像一个奇幻的旅程一样的不可思议，但是又这么真实。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而且今天最幸福的是顾真特别的高，十五年来你终于长高了，我们都长大了，我觉得都长高了，多难得，很荣，就是很荣幸，也觉得自己很幸运，然后看到很多歌迷，很多面孔其实也没那么熟悉，但是表示你们。就是都是你知道我刚刚讲说什么潜水嘛，对，但都在遥远的那一方呢，其实都是默默的喜欢我们，然后也被我们影响着，所以很谢谢来的每一个人，谢谢你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告诉我们我们对你们有多重要，这样。那十五年是一个很棒的记录，那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十五年，那也希望这个公司可以真的帮我接洽十八年成人展，很多歌迷都跟我讲啊，成人展。我跟你讲，成人展只限 Selena 一个人，不是因为 SHE 十八岁，不是因为你尺度可以比较开阔一点啊，因为你现在单身啊，我就可能已经人妻了，我可能未来如果有小孩的话，不太适合太过于尺度太大的东西。啊，傅真一直以来很难讲，如果都已经人妻，因为傅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保守的客家妹，所以这种十八禁的东西还是交给你就好。我说成人展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好吧，就这么决定的意思。我说成人展呢，我又没有说要是什么。我说成人展，你想到什么？我们想到是十八禁的那一种，对啊。跟日本，因为日本，你不是也跟日本合作吗？鹿儿岛啊。对。对啊，你那个怎么样？你们怎么你想成怎样？我就是想成那样的。我没有要那样，我就是要你那样。啊，总之，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感谢跟感动，因为下一次。再这样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对，因为你说我们在办展览嘛，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都已经办过了，除非更久，除非把它再办长一点。对，然后你说像这样子这么近距离的签名会，更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，我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很珍惜，然后非常的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陪我们到最后，谢谢，让我们在一起陪伴彼此下去哦，好不好？谢谢每一位来的人，谢谢每一位朋友，这十五年的每一位朋友，谢谢。所以 SHE 不只是 Together Forever， 而且还是永远都在。没错。最后还是要谢谢三位，也要谢谢所有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歌迷朋友们。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，谢谢 Ella， 谢谢 Selena， 也谢谢 Hebe， 谢谢耶。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迎接更多的十五年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晚安，谢谢，在这里要再次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们，今天一直陪我们到现在。